好，这样还有一点小时间，学校我们也稍微去逛一下，可是我怕学校太大了啦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外围先绕一下，主线的部分等到最后，怕他又推进了一些什么东东。小要塞现在进不了，可以跑得更快一点吗，李恩？哎呦，球拍，所以带棍求胜吗？好慢哦。一直嫌弃，好，对啊，是送货，送货算支线吗？红色惊叹号，哎，红色惊叹号算主线吧？他那个是主线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最后就看一下羁绊，好不好？三个人的羁绊我们都会看，所以。现在做一个储存的动作，面包咖啡馆，来就来帮他。没问题啊，与你共度一段时间 ，OK 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该做到的事情。哎呦，下一局，然后就屌虐他。我们可不是盖的哦，以前可是跟阿静下了很多喽。啊，果然那些女孩子找他就知道。哇哇哇！马上戴眼镜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应该就讲讲吧。这是库尔特的粉丝后援会吗？这时候就要特别的耍帅，有没有？哇，灰色骑士大人，太棒啦！竟然讲出一模一样的话，太棒啦！说声谢谢。我懂你，我懂你。
自己的课题。叮叮，你加的还蛮少的、啊，就一半而已，半颗星。他竟然跑去游泳池的练习场，再追过去跟他聊一下。大哎、欸，很逼格哎、欸，呵呵。欸、头好像有一点晕，哎、欸，嗯，刚刚好像有一些事情啊，好像没什么事情啦、啊，嗯，好，继续。有人说要看手机，怎么看？你说这里吗？这里点什么？这里也没什么好点的、啊。剧情概要吗？来，我们继续。怎样？手机要怎么点？可以看到什么东西？啊，我已经全部都按过了。不管，我们继续羁绊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把羁绊都解完。第一张手机还没有用 L2 好不好，人家有人说了第一张还没有手机，哇，手机还没有。中庭，一直在想，一点想法都没有。当然要保安一起陪你。至少他还会依赖我，有没有？四处询问。哦，带棍球社。哎、欸，怎么感觉像是网球拍？羽毛球社吗？不会不会，没事。图书馆，好像兴趣不大。我觉得要嘛是游泳，要嘛是学生会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好像不太会游。哇，不过有点可惜啊，这个学生的泳装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个泳装变形成这个样子也是很夸张。母体的感觉，我并没有在母体内的记忆。谁会有啦？你的意志，想游泳吗？就这么简单。还有多少？并不是他在掌控的啊、哦，是后面的。是不是很会猜？没有，应该就是以黑兔的个性去考量。游泳这种事情对他来说蛮新鲜的。体脂肪越少越容易沉入水里。
错不错不错，好不好？加入这个游泳社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、嗯、，OK， 好的，以后就好好努力，嗯。好了，那我们最后最后的最后，就是食材这里，李恩可以当游泳社的社团顾问吗？还蛮想的。最后就来个妙节，共度一段时间。爱心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全部都交给我吧。最后当然就是压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太厉害了吧！整个都有 feel 哎、欸，连榻榻米都有哎、欸。对啊，冲刺的好猛哦！何进请急，哇，完全知道名字哦。凯恩公爵的领地。我总不记得那时候这句话还有语音。很好奇呢。谢谢教官，爱心。他给我看什么好东西？啊！什么？活动制服，太会了，太会了，很适合，很适合。哎、欸，他刚刚在那个后面换衣服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后面的那个有洞，有洞，有洞，可以再换一次吗？可以再换一次吗？好的，很漂亮。他太会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我真的还没有想到，好不好？这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当然，绝对不可能是怎样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是换上这个和服。漂亮啦！对啊，感觉凯莉也还蛮适合的。不是我说的适合，不是穿女生和服。不要这么顺着我的话去接好吗？我说适合去，有没有这种？很文艺气息，太霸气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闪之轨迹三就玩到这里，下礼拜三同一时间也会再来继续游玩哦。下礼拜三同一时间，下礼拜三是26号，哇，26号也会继续游玩。那记录档我是纯新的，我也会再去查一下，因为有些人告诉我说一周目有可能全就是全羁绊完成的。
那我会去查一下怎样去处理会最好。那如果真的有类似的，那可能以后的羁绊任务就会依照攻略去选择，而不是在依照我个人的喜好。但是老样子好不好，每一个羁绊我们都会去看，没有问题的。好啦，那么呢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会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